谅你武艺不差，身法却如此虚浮。原来是有旧伤在身。有伤在身，也可胜如。莫废话，要战便战。哼，冥顽不灵。罢了，今日且饶汝一命。来者何人？且先留步。不必拦他，你二人非他敌手。 由他去吧，先生，那是何人？似与先生相识，剑法如此高超。剑法？那人剑法虽强，却一心谋私，不能为民，又有何用？日后也莫要与此人扯上瓜葛。 是先生，可那剑客究竟是何人？
我与子佩方才在后山铲除盗匪，正与匪首酣战，方才那剑客忽然现身，一剑结果了贼首性命。而后他搜索尸身，似是取走一物，只是不曾看清。罢了，子龙、子佩，此人背景复杂，热心权谋，以后当避而远之。 今如二人剿匪有功，正值明日上巳佳节，若二人近来习武，久未归家，不妨下山去歇息一日，与家人同乐。吾不喜热闹，汝等自去便可。是，先生，那我与子佩便告辞了。 Thank you.
阿迪阿兰，如何？师从蓬莱枪神，可定是学到些非凡本领吧？大兄，我二人也才随恩师学艺不久，哪有这般迅速？你呀，就知道问这些，没见他们二人风尘仆仆。快进屋去，家里晚饭熟了。 阿兰也留下一起用饭吧。啊，不了不了，多谢秀子，兰久未归家，颇为挂念，就不久留了。明日一早再来寻兄长。啊，也罢，那兰弟好好歇息，明日再会。 大兄，近来家中一切可好？家中自是无事。 没日劳作也没甚心情。哦，日前才有一支军马掠过，往西去了。领军之人是个肥壮将军，说是什么淳于将军。淳于将军，我听此辈说起过，袁绍入主冀州，手下有一员大将，名叫淳于琼，位高权重。长春里既在冀州地界，也算作员工制下。那胖将军，莫非就是此人？ 似是这个姓名。唉，大军过境，战事将起，恐怕是祸非福啊。男子啊，一天到晚常念这些功业名利之事，将来阿云从军，离家后也不知几时才能回来。嫂嫂，莫要担心。云即便投军，也是在员工帐下，仍在冀州，离家不远。我可时常回乡探望兄嫂。 投身军旅，其实你想回乡便能回乡。清贫无事之事便罢了，但如今世道，嫂嫂有何吩咐？你娶了表字，行了冠礼，也不小了，是该成家之时。嫂嫂，此事为时尚早。 为时尚早，哎，阿秀言之有理，不早了，不早了。人生大事，怎可不早做准备？走进乡里，可有哪家中意女子？大兄为你说媒去。此事不急，日后再谈。对，日后再谈。陛下山劳累，先去休息了。 这恶娘子，一早就把我从家中拖出。哼，上司佳节，一时一刻都不许耽搁。是，谨遵将令，走吧。
热闹。哎，那边聚集了好多人，似是在园百戏。我听人说过，友善杂技之人可以吞刀吐火。林兄、蓝兄，快去瞧瞧。阿娟，等等。来了来了，瞧一瞧看一看，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哟，有钱可捧个钱场，没钱可捧个人场哟。嘿嘿，今儿个给大家表演一个喷火绝活啊，嘿嘿哈哈，各位乡亲们可瞧好了。这百戏果真精彩，不知下次再演是何时。子子若看到了，定也惊奇不已。哦，哎呀！子子让我采些香草与他做休息祈福所用。
我一时间将此事忘了。无妨，现在时候尚早，我们可采了香草再去寻嫂嫂。这些便足够了，英雄，我们去寻子子吧。哎，阿娟可有看见子佩？方才逛铺子看百戏时，南兄还在呢。许是采香草时走散了，我二人寻原路回去找他吧。有意美人兮，见之不忘；俏秀一日不见兮，美人如玉，思之如狂。舞姿轻盈，婀娜多姿，妙哉妙哉！啊，好，好，舞姿妙哉，再来一个，仙女下凡呐！啊，抱歉，谢谢各位。阿娟来的晚了，不曾看清。那舞好看吗？尚可吧。哦，那蓝兄怎么看得吃了？休要乱说。好，是阿娟乱说。阿娟莫要笑话子佩了，今日兄嫂也来同游。想来应是在滹沱河畔休息，莫要让兄嫂久等，快过去吧。啊，都听兄长的。哎，等等，看那边。哦，小娘子舞跳得甚美，不如给兄弟几个再跳一次。莫要这般。听听。这小娘子说话声都这般好听，爷爷一定好生疼爱。你恶人，快让开！哪来的黄毛小子？爷爷这边恶给你看，找打！贼子休得放肆！
这位娘子可有伤到？多谢两位郎君，度日无事。啊，那便好。杜若，这是娘子姓名。我是杜若，不知几位是？啊，在下夏侯兰，家在长春里。我叫樊娟，与两位兄长一同来游上寺。阿若子子可也是来游上寺节的，与这位小郎君一同。这孩子乳名阿树，是我幼弟。今日佳节，母亲让我带阿叔来河畔服戏，祈求今岁平安。子子难得来游玩一番，可莫要被方才那些登徒子坏了心情。我与两位兄长也正是为游上寺而来，子子与阿叔可愿与我们一同？若是不打扰，那便再好不过。哎，自然不会，我与子子一见如故，求之不得呢。两位兄长且跟上呀。阿娟这便是又交上新友人了。子佩，莫发呆了，快跟上吧。是。君子非礼勿视。不妨事。略有淤青，未见肿胀，倒是无甚大碍。稍后我回家为阿若子子拿些药材，捣碎敷上，仅歇两日便可。吾爱便好。近来风波略平，乡里幸而无扰。今日上寺，左近乡邻同往滹沱河畔服戏，也是难得盛况。只可惜，先生不愿同行。先生毕竟年高，喜好清静。佳节吉日，若先生在此，恐也颇多拘束。小子顽劣，居然敢编排师尊。阿娟回去便告诉老前辈。阿娟莫说，不然先生又该罚我。昔日光武帝尚未立业之时，穷迫于途，前有此大河，后有追兵，众人饥肠辘辘，人困马乏。阳夏侯冯公孙为光武帝亲征卖饭果腹。至滹沱河前，光武帝使怀陵侯王元伯前去探查。怀陵侯去看时，河水波涛汹涌，未稳军心，却谎称滹沱河已接坚兵，大军可顾。待光武帝率众行至河畔，只见河水果然结冰。于是，今我与兄长师从于蓬莱枪神，他日建功立业，匡扶天下，当不负此河当年之兵也。云兄，你看他们。兄长莫要取笑我。阿若子子，阿娟与阿若子子一见如故，改日常来长春里呀。阿娟妹妹，子子一定常来。云兄，
你叫阿娟来。阿娟在河畔采的。啊？哦，多谢阿娟。上巳节赠予的香草，有驱邪之效，能护佑云兄身体康健。还能……哎呀，总之，云兄切记将它收好就是了。既是阿娟一番心意，我自然会小心收好。那是这两人是谁？看不真切，不识的。阿若娘子，你识的那两人吗？虽不确定，但其中一人身形、衣着、装束，皆与我家邻居相似。我家与他时常来往，十分熟悉。我送阿若娘子和阿树小弟回正里，以防不测，如何？也好。阿娟可与兄长嫂嫂回家，我与子佩同去正里，万一有事也多个照应。岂敢劳烦两位郎君。阿若子子放心，两位兄长很厉害的，他二人本就好动，若是平安无事，就当是去镇里游览一番，若是万一有所变故，也好帮忙。杜若，谢过两位郎君，那便有劳两位郎君。阿娟妹妹，日后再见。两位兄长路上小心，阿若子子莫忘了之后来长春里玩呀。